各位弟兄姊妹，你哋好啊！好开心同大家一齐，我哋又有今晚嘅呢个侍奉啊，释经嘅讨论会。咁我哋咧系会继续讲到耶稣俾我哋嘅权柄同埋能力啊，因为神咧俾我好大嘅权柄同埋能力。咁我啱啱咧已经喺WhatsApp 传咗个经文噶啦，就系、以弗所书1:19。就是呢，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些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，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，使他从死里复活，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，远超过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、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，不但是今世的，连来世的也都超过。嗱，呢度讲到咧，就系耶稣神咧赐俾我哋好大嘅能力，就系乜嘢能力咧？有冇人可以同个经文回答我啊？喺呢个经文里面讲到系赐俾我哋乜嘢嘅能力，同个经文可以睇到噶啦，直接可以睇到嘅。有冇人想回答？个经文咧就系讲到咧，就系照佢喺基督身上所运行嘅大能大力啊！叫他使他从死里复活，叫佢喺天上坐喺自己嘅右边，远超过一切执政嘅、掌权嘅、有能的、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，不但是今世的，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。就系咧呢个能力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嘅能力咧，今日运行喺我哋当中。知道他向我哋信嘅人所显嘅能力系何等浩大，就系照佢喺基督身上所运行嘅大力喺我哋身上彰显出嚟。咁即系话咧，神能够叫耶稣从死里复活啦，亦都咧将呢一种能力喺我哋心里运行啊。咁即系呢个应许咧系一个好大嘅能力，就系我哋有能力好似耶稣从死里复活一样。所以其实咧，即系喺在信嘅人咧，凡事都能够，我哋可以信靠耶稣可以做伟大嘅事，但有好多基督徒咧系唔系好相信啊，即系好多基督徒唔觉得真系我哋有咁大嘅能力。咁我自己以前咧未经历圣灵充满之前咧，我亦都冇体会到呢种能力嘅大啊。咁系当我经历圣灵充满之后咧，我就发觉咧，真系在神凡事都能，因为咧真系我喺经历圣灵之后咧。系好多好多经历神嘅大能，睇住啲人咧系好大嘅生命改变啦，被感动啦，好大嘅释放安慰啦，赶邪灵啦，有时我都冇同佢赶邪灵，我就喺度讲道咧。有时有啲人有邪灵咧，已经彰显出嚟啦，神嘅医治啦，譬如我哋。今朝有一个弟兄就分享啦，就系佢咧，寻日佢请我为佢祈祷，咁咧佢祈咗祷之后咧，佢系跟住就觉得嗰个痛咧系减少好多啊，即系个痛系少咗好多，咁咧佢就作见证啊，佢就话咧话真系神好真实嘅工作，咁所以我希望大家都睇到。话原来神应承俾我哋嘅能力，今日真系俾我哋嘅，我哋真系可以有好大嘅能力。咁譬如我曾经试过喺我喺香港试过噶，即系香港其实都有试过好多次啦，同人祈祷啦，佢哋经历好大嘅帮助。嗰阵时有啲人咧入我哋教堂啦，即系佢哋，因为我哋个教堂嘅门成日都开嘅，系一个。社区中心隔离嘅，所以有啲人咁行入嚟嘅，咁佢行入嚟咧，跟住咧就同我，我同佢祈祷啦，跟住佢就经历好大嘅能力，咁有我记得有两个咧，佢祈祷咧，佢就跟住唔喐得，即系佢我就叫佢悔改，咁而家我就知道咧，其实就系邪灵喺佢身上啊，佢有邪灵啊，所以当耶稣临到佢身上咧，佢就冇能力抵抗。佢就唔喐得，咁呢个即系睇住啲人咧经历圣灵，亦都咧我哋当时有好多个人生命改变啦，跟住咧佢哋就
有啲咧侍奉神，有啲进入全职嘅侍奉，我哋有十个弟兄姊妹到啊，进入去成为宣教士啦，成为传道人啦，牧师啦，系好大嘅更新改变啊！当时嚟讲，咁俾我睇到咧，就系在神凡事都能啊！咁我好多时我都去宣教咧，咁啲人都会带啲人俾我哋去祈祷啊！咁佢哋都好多人咧就即时经历到神嘅大能。咁所以咧，当我越经历到圣灵嘅工作咧，我就越睇到神系真实嘅，佢真系咧系同我哋一齐。咁系能够将呢种能力赐俾我哋，正如赐俾耶稣，叫佢从死里复活，并且咧胜过一切执政掌权嘅所有啊，所有嘅能力。有时我哋觉得咧，人嘅能力好大，但系呢个经文咧就话咧，耶稣胜过呢啲一切嘅能力。咁佢亦都将呢个能力赐俾我哋，即系话我哋基督徒咧系可以有好大嘅权柄。嗱，咁唔代表话咧，即系话有基督徒被譬如被一啲反对基督徒嘅人捉咗，咁咧就会佢哋捉唔到我哋嗱，唔代表系咁样样嘅。个意思咧就系我哋喺圣灵里面，喺神里面咧，我哋得胜嘅。但系我哋世上依然会有苦难，会有逼迫。咁咧，但系咧，我哋喺个逼迫里面咧，我哋深信神嘅大能咧，我哋系可以得胜嘅。点样得胜咧？就系我哋依然有喜乐、有平安、有力量。喺个受逼迫嘅情况，或者甚至被人哋伤害啊，甚至被人杀害啊，我哋都可以有平安、有喜乐、有力量。咁咧，结果咧系嗰啲人咧系即系唔能够攞走我哋嘅平安，亦都攞唔走神对我哋嘅祝福。OK， 好。咁啱啱我讲到即系话神可以咁样赐能力俾我哋啦。咁可能有啲弟兄姊妹话我都未经历过，我都未试过。可能觉得好遥远啊，觉得好似好难达到。咁我会咁话啦，当我哋真係多亲近神，譬如我哋呢几次星期日下昼嘅聚会呢，我哋好多人经历圣灵前几个礼拜有人开始讲方言啦，咁呢后来佢而家呢又经历喜乐啦，係亦都喺佢里面咧好多释放啦，咁即系神咧系一路做工作啊，有不同嘅人有喜乐啦，有轻省啦，有动力啦。咁我希望大家都深信，我哋靠住耶稣咧，凡事都能作嘅。我有一次经历咧喺香港啦，香港其实我有不同嘅经历嘅。咁有一次喺香港咧，就有个教会请我去带领圣灵嘅聚会，咁但系咧佢话咧你。即系温和啲啊，唔好咁激啊，咁我话好啦，咁样，咁我哋去嘅过程咧，我仲记得嗰阵时咧，去呢个地方系要搭船嘅，咁我哋咧就成班弟兄姊妹咧，我仲带住佢哋，我就话咧喺个船上，我哋一齐祈祷，就揾一个地方咧，我哋全部一齐咧投入祈祷，咁咧然后咧，我哋去到嘅时候，咁佢哋叫我哋即系。慢啲啊，唔好咁急进啊，咁样啦。咁我就净系带佢哋咧去敬拜啊，带佢去祷告敬拜。咁喺敬拜嘅时候咧，我只系做一样咩咧？我就系帮佢哋去感激神嘅爱啦。我用个吉他一路带住佢哋去感激神嘅爱，去多谢天父嘅爱，去回应神。当我哋咁样祈祷嘅时候咧，佢哋就开始经历圣灵啦。咁有啲人咧就好大嘅感动啊，又喊啊。咁我哋就叫我哋嘅弟兄姊妹开始为佢哋祈祷啦。咁为佢哋祈祷嘅时候咧，佢哋就开始经历圣灵。咁咧就其实我都未开始讲到啊。我只系话咧，嗱，我哋喺呢个敬拜嘅时候，大家试下投入啲，圣灵会好大工作。咁我就系咁样嘅方式咧，佢哋已经经历到圣灵嘅能力，就系敬拜啫。我就叫佢哋嗱，喺敬拜嗰时用心灵诚实敬拜。咁佢哋投入敬拜嘅时候咧，神嘅灵就好大嘅运行喺佢哋当中啦。咁即系我真系睇得到咧，当我哋多亲近神嘅时候咧，神真系好大嘅临在啊。咁我亦都曾经喺外国咧，向外国人帮外国人去经历圣灵啊。咁咧就系啲西人啊。咁我咧就
带领佢哋去投入祈祷啦。咁佢哋啲西人一样好大只嘅，但系咧佢哋都倒在圣灵嘅能力之下，或者系有释放安慰啊、喜乐啊、平安啊，咁咧都系睇得到咧，神真系可以使用我哋任何一个人咧去做更大嘅工作嘅。咁但系可能有啲人话：，哎呀，我唔得嘅，我唔得嘅。咁我就鼓励大家，当我哋愿意去投入，多去投入爱主、亲近神咧，神可以更大嘅临在我哋身上嘅。即系因为神已经应承将赐俾耶稣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嘅大能大力咧，赐俾我哋。咁耶稣即系佢点样从死里复活，神亦都赐俾我哋呢个权柄能力啊，叫我哋可以靠住耶稣得胜嘅。咁喺呢个时候，大家有冇问题或者回应啊？即系可能大家觉得好遥远都未定，但系咧，希望大家咧深信我哋真系今日可以有呢个大能大力。唔好意思啊，你知唔知道啊？其实静华都一直睇唔到你个样噶，OK， 系唔紧要啦，静华而家冇办法啱啱。啊！而家就唔紧啱要噶，啱睇唔睇得到。而家啱啱睇得翻。OK。一直都有声。牧师，我想分享一下，即系我竟然去头先你讲佢点样去，我竟然去相信神，能能爱我竟然咯，同埋我都去亲近神吓，佢就去加添我嘅能力，同埋同我都同在，赐俾我都不同嗰个恩赐。嗯哼，同埋嗰啲喺佢里边咧，佢就从你头先话，佢加添我的里边嘅凡事都能做。嗯哼，嗰个以恩赐就唔同嘅，睇下你嗰个每个人恩赐都唔同，同埋你自己系同神嗰个关系，同嗰个关系咯。你系成日都亲近神啊，去祷告啊，去敬拜，去赞美喺神喺里边啊，葡萄树与枝子紧紧相连。那个关系又不同，你是说平时是这样礼拜日啊这样去那些，那个关系又不同。所以我们是我相信神是创造天地万有，万有都是他的。是啊，他会给我们你相信他，放手交给他，他就会带领你。即是很多眼睛耳朵未听见，眼睛没看到，心未想过事，他都去能做到的。我加贴。是啊是啊，感谢主，好，感谢主，你有这个信心，神可以更大的工作。我都祈祷呢，我们尽快能够有即是宣教，能够有宣教呢就有机会的时候呢，我会带大家去近一点的地方，东南亚这样呢，就去帮助人经历圣灵呢，大家看到圣灵的工作呢会更有信心的。是啊，就是感恩咯，感谢神咯，即系而家带住我行嘅前边嘅路咯，咁荣耀归于主系啦。感谢主，好好嗱，我哋而家一齐祈祷下，我哋亲近神，我哋信靠耶稣系得胜嘅，相信耶稣系得胜嘅。听我天父，我哋多谢赞美你，神你系得胜，你系掌权嘅，你系凡事都能嘅，你必定能够喺我哋生命中做伟大嘅工作。求主帮助我哋。全心信靠你，专心仰望你，相信神你的大恩大爱，深信你能够透过我们做伟大的事。耶稣，我们需要你，多谢天父，赞美天父。神啊，你是得胜的，你是得胜的主，得胜的王，在你凡事都能，你凡事都能，你可以更新我们的生命，提升我们的生命。我们需要耶稣，我们需要耶稣，我们依靠耶稣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Da sing, da sing, hallelujah. Da sing, da sing, hallelujah. Da sing, da sing, hallelujah. 基督已经得胜，哈哈哈。Da sing, da sing, hallelujah. Da sing, da sing, hallelujah.大声大声哈利路亚，基督已经得胜，哈哈哈！多谢天父，多谢天父，神你已经得胜了，求主赐给我们信心。耶稣在你凡事都能，你每一件事都能够做的，
所以我们信靠你的时候是必然得胜的。哈利路亚，主耶稣帮助我们专心仰望你，全心仰望你。哈利路亚，靠着耶稣得胜有余。多谢天父的大恩，多谢天父的大爱，求主耶稣同我们一起感谢天父的大恩。神，你是必然得胜的，靠着耶稣得胜啊！这首诗歌，在你爱里我要宣告，软弱越得改变。在你爱里我要宣告，你是王。在你爱里我要宣告，我不必最终打转，是你带领着我得胜。靠着耶稣得胜，靠着耶稣得胜，终此生要靠着主爱去得胜。靠着耶稣得胜，靠着耶稣得胜，不必惊怕挫败，学自主恩更广阔，是你带领着我得胜。在你爱里我要宣告，软弱越得改变。在你爱里我要宣告，你是王。在你爱里我要宣告，我不必最终打转，是你带领着我得胜。靠着耶稣得胜，靠着耶稣得胜，终此生要靠着主爱去得胜。靠着耶稣得胜，靠着耶稣得胜，不必惊怕挫败，确知主恩更广阔，是你带领着我得胜。靠着耶稣得胜，靠着耶稣得胜，终此生要靠着主爱去得胜。靠着耶稣得胜，靠着耶稣得胜，不必惊怕挫败，确知主恩更广阔，是你带领着我得胜，是你带领着我得胜。多谢天父，多谢天父，是耶稣带着我们得胜，神亦都将这个权柄赐给我们。正如神怎样叫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也都将这个权柄能力赐给我们。求主帮助我们深信，其实我们有很大的能力，只要我们凭信心向前行，靠着耶稣，放心去亲近神，放心为人祷告，放心为人按手祈祷，我们会见到神迹奇事，我们生命就会改变。多谢天父，赞美天父，感谢天父，荣耀颂赞归给天父，哈利路亚，多谢耶稣，感谢耶稣。我希望大家有这个信心，即是无论在这个境况有什么需要能力的，我都希望你有信心，你可以靠着耶稣得胜，胜过情绪的问题，胜过负面的思想情绪，胜过被人影响的情况，胜过我们，生命里面好像找不到出路，我们靠着耶稣是可以帮助我们得胜有余的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无论你在什么困难之中，都将我们的困难交给神，一路赞美神，亲近神，相信神一定看重我们，我们爱神，神一定看重我们，所以我们不需要担心，不需要忧虑，神一定喜悦我们亲近，祂一定加力给我们的。那我们就靠着耶稣逐步处理生命，亲近神，处理生命，不被人影响，然后我们就会有能力去得胜有余。无论在人际关系啊，在工作啊，生命的方向啊，处理情绪啊，处理负面思想啊，任何一方面，神都可以更新我们。